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翔。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，哦，真的是有好。这个先恭喜这个两位代言，今天甚至比郭雪芙还要长。对啊。对啊，背影杀手啊。那我们两位背影秀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请转身。谁是郭雪芙？哦，右手边是郭雪芙。所以我学蛮久的，所以我去了两次。那不如果请你多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会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粉丝。那雪芙，我比他强一点，就是我的操作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拍照比较有困难度，因为粉丝太多，我根本找不到我自己。哦。对，所以其实光拍照，我可能拍了半个小时以上吧。那王总，我们多办几场啊，两位更加的熟练。当然，今天是我们庆功记者会，也是我们同乐会。当然，这个广告很精彩啊，创造了未来10年之后都会想到的经典桥段。听说两位要带我们重回现场。在此之前呢，这个经典桥段到底长什么样？我觉得就是傻笑。傻笑。对。People 是傻笑。那。放慢速度，放慢 slow motion， slow motion， 这样子好了。我们待会请两位代言人呢为你示范一下，然后我们找两位女生上来跟陈翔演一次。如果你演完之后现场有掌声的话呢，请你从你口袋里拿出手机，你可以跟陈翔自拍一张。但是怎么演呢？要好好学一下啊！我们早上彩排是这样跑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们就去起跑的位置，起跑。